迎收看股市 A 指标，我是彦蓉老师。那么新疆立陶节目一开始呢，要祝福全国的观众朋友新年快乐，鸡年行大运。好，我想在这个地方当然要快乐，重点是股市的投资人呢、还是要赚钱呢、那今年到底还有没有赚钱的机会呢？那其实呢，彦蓉老师测标当中其实已经告诉你答案的，鸡营锦绣村呐、股营千点财啊，全国的投资朋友。那今年有很多很多不错的这个机会，那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去年猴年的这个走势。好，猴年从在去年的一月初啊，从7600多点一路的往上拉，结果拉了1800多点，那所以真的当然要恭喜发财嘛。但是可惜啊，在这个地方猴年猴塞雷的时候啊，你发现好像不是人人有奖，好像很多人其实在今年农历年过年哦，可能过掉不是说盖快乐哦。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这张字卡你就知道了。好，你看到这个叫做大盘的月线，你看到这个叫融资的使用率，融资的余额。散户从在去年哦那场股灾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最近成交量都出不来。去年的股灾之后呢，整个融资户全部断头出场，断头出场之后呢，接着在这个地方放空，好、看坏杀最低，结果拉上来又放空哦，可能在这个地方可能连续两个月的一个低点呢、在这里放空了，那结果股价不跌，股价不跌，结果补回来之后呢，在这个地方被迫回补了，那可能也没有赚钱，因为你空在这个地方嘛，你可能补在这里，也可能补在这里，那甚至你看到融资户都没有出手去买股票，涨了1000多点有用吗？甚至呢，在最近呢、最近这5、6个月前呢、又有人开始带你去放空了，所以呢，这个地方上涨了1000多点，可以说散户啊被嘎了1000多点呐、所以我要说什么？我要说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很重要，讲话的一个准确度，分析师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上邦。那分析师说错了，分析错了，带你在低档区去放空的，甚至一路多一路往上空的，说真的，可能害你怎么样？家里陷入困境。那所以呢，彦蓉老师每天呢、在这个地方啊，都是战战兢兢，非常的小心，生怕把你带错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带错了，今年过年你的年不好过，那说真的，我就比你难过。所以呢，为什么彦蓉老师每天都那么认真？因为我想让自己过好日子啊，我想要心无挂碍啊，不要对不起任何人啊，所以我就非常的认真来带会员。希望呢，每一次都有像这么胜率这么高、幅度这么快、幅度这么在这个地方这么大，又是速度这么快的一个绩效，那这就是我的目标。所以呢，很开心，因为拥有一个 A 指标的引导，我们可以总是领先的第一时间来知道高低点，才能够拥有测标当中的绩效。好，包括你看到的低点叫什么？叫对称支撑。那对称支撑就是低估啊，包括这里一样叫做便宜货啊。倘若你高点没有避开，高点没有避开，那如何在这里有现金呢？那为什么 A 指标的追随者知道这个地方要避开，这里也要避开呢？一样啊，看到这个就知道了，对不对？叫对称压力。所以股市当中要淘金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分清楚整个位阶。那么当换扣讯你就要换。那说真的啦，会费的话呢，当不要省就不要省哦。说真的，有时候你省了一点点，那你错失了100万、200万的获利机会，多可惜呀！所以呢，在股市当中，股赢千点财的同时的话呢，那么彦蓉老师如何让追随者来累积财富？那这个方法就叫做 A 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从整个基本面的一个把脉，好把脉的一个诊断，包括整个低点的一个认证，好甚至高点的一个认证。透过 A 指标数据的话呢，说真的，该买就全力做多，该卖的话呢，一点都不手软，是不是？所以最后呢，就是决策出手，那少则50%，多则1倍到2倍以上，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来引领我的会员。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测标当中，在今天你看到这个新疆立陶，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但是 A 指标家族可以说是赫赫盈门，档档都是强棒。首先来跟你分享一下当时如何来操作可成的，看到这张字卡，好，2474的可成，从当时最低点的买进，买进去之后呢，真的呢，真的用最快的速度就这样飙上去呢，有没有？涨上去之后呢，你觉得说，可以叫你直接可能要休困了，结果不然，隔天再度涨给你看，是不是？买进去常常像这样子涨个不停。那自然 A 指标家族就是像这样子赫赫盈门，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当你觉得说，在封关日1月24号，多少波嘛，再去24点两两，
但是咱的课程一个安呢，哦，众望所归来做表现，去十二科，干唔是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尽管燕蓉老师的计划是一个月要赚两成的，结果呢，光是一档课程就已经赚到二月份，把二月份的扣打弄个弹起来呢，是不是？所以燕蓉老师的一个扣讯，这个给的，这个质感，这个价值在哪里？燕蓉老师的扣讯能不能够让你认同？有没有这个身价？那我打个比方。好，那么过去我是在最近这几年，我在这个大型的投资机构是负责整个投资部的一个主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拥有40亿到50亿的调度空间。而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你看看，假使我在当时好此时此刻还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呢，那么在这里7天的时间，我帮公司买1000张，赚多少？赚4200万。那你说燕蓉老师，假使公司付我1000万？来当作我的年薪，你觉得我值不值这个身价？是不是？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爱有这个舞台，过去要有董事长的赏识，好，我有那个舞台。现在也一样，公司给我一个舞台，让我可以证明我是有这个身价的，是不是？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如何赚这个钱？你要给我机会，我来证明我有这个身价。那我要给你机会，你欠缺一个机会，欠缺一个实实在在，在这个地方滴滴的买，而且是买最多。而且是胜率很高，而且是速度最快。透过这个模式，我相信呢，你就可以分享这个喜悦，你就可以翻身。所以呢，重点的部分是什么？每次买进去之后呢，不是只有高价位的股票，低价位的股票也是一样哎。这方法适用任何股票。好，你看到包括在6104的创维，买进去之后大盘很差哎，它一样稳稳的涨，一样慢慢慢慢的涨。买进去之后呢，天天涨停，涨不停。你要买几张都会有几张，所以呢，当大盘很不好的时候呢，它连续在6天当中就给你涨了，5天当中就涨了3天，是不是真的涨不停？所以 A 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有一个特色就是怎么样，就是做稳的，好，就是很稳。那么而且当时其实我低档区也有跟你预告，这是我们红包一的那一档股票，是不是？所以呢，早来的就是50%，晚来的就是20%。那你说老师哈，啊你探价你借我，探价你借公交多少钱哦？啊那个没拍谁？那我说什么？我说整个基础不一样，啊岂被安娜逼搞嘞？那燕蓉老师呢是实实在在实战实地在做操作的一个老师，每一天都做领金呢，早出晚归，然后呢每一档股票呢确确实实滴滴的做布局，而且呢分好多天让你，不管你是什么角色都让你可以买得到，是不是？可是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的节目是一个娱乐性大于这个实在的实质的一个代理会员赚钱的这个性质。娱乐性是什么？表演的一个节目，用口说的一个绩效啊，用嘴诶在你怕扁啊，把自己限制住的，我就是做那几档。那用说的就是今天哪一档涨停，它就会有。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前后左右上下好像双胞胎呢。有时候今天大家讲的股票，哎，都是同一档股票，为什么？因为他们涨停板的。那燕蓉老师嫌他你讲不爱讲嘞。因为燕蓉老师呢，认为一个这个公众人物很重要的是什么？是诚信啊，实实在在。那有责任就谈讲，阿来无绝对袂当去欺骗，用欺骗的，咱心内咱袂安心，这就是重点。所以呢，燕蓉老师为什么叫小将你好嘞？是安那实实在在去个做嘞？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敢用实际的迹象，在这个地方来跟市场的观众朋友分享？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有方法，因为我这里有这个实力，包括整个低点的这个认证。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低点的这个认证，最低价出现叫对称支撑，叫低估，低估买进去，经常最快的速度就拉上去，是不是？包括这一段，哎，也一样，哎，这里也一样叫对称支撑，是不是？所以要不要买呢？当然要啊，有买吗？当然有啊，买进去之后，你就会得到这个恭贺的扣讯。所以呢，当然重点是为什么你可以站在一个在这个地方立于不败之地。为什么？因为你有现金啊。可是如果你在这里，那你就完蛋啦、啊。为什么？因为你套牢的。所以目前可能很多的股票呢，类似这个位阶你不知道。那过年期间，燕蓉老师愿意协助你来整理的股票，整理你的股票。倘若你想要成功的，那你抱了满手股票的，你没有办法做解套的，不知道如何解套的，让我来协助你。但是你必须让我知道你在何方。所以呢，投资它的一个本质是什么？投资以本质来讲，也不是在扮鬼灰啊，好。台语叫板规灰啊，那国语叫什么？叫做半家家酒，绝对不是的。那更不是变魔术，
变魔术，每天哪一档股票涨停板它都会有，这个叫变魔术。变魔术不会把你变多，只会让你在这个地方无中消失啊。那这个地方重点是让你的财富变少，所以重点是必须实实在在像这样子低档买进去。可惜啊，很多人啊经常像这样突破这个位阶的时候才去做买进，突破这个位阶，哇，那你还赚什么？燕龙老师已经领先赚这么多了。所以呢，假设你能够跟到这样的工具，跟到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说真的，你会放空吗？不会啊，那你当然就不会被嘎空啊。你会在哪里空呢？你会在这个位阶。所以我并不在这个地方并不反对你去做放空哦，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空高一点。好，你要空高一点。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要去放空。好，我想今年包括从去年到今年哦，那么很多人放空其实是一路被修理的。那打个比方，你有一百万，好不好？你去放空啊，心里面很害怕，很害怕。那好不容易哇跌下来，跌200点，跌300点，你可能赚5%，安尼是不是赚5万块而已？那你可能空个10张。那假设你的资金是可以买个20张股票，假设什么？假设是可成好的，好，你的资金你放空的时候负9成，负9成，你那9成的话呢，你过来做融资，1张可以变2张，那你原本的话10张只有赚5万，你现在过来做融资可以变25张，可以变25张。那25张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又让你可以像这样赚40块的话，那你是不是就变200万的？结果你200万不赚，你要去赚那个5万块。我都不知道你这个算盘怎么跌的，全国的投资朋友，我并不反对放空，但是有行情的时候你要尽量来赚。说真的，放空违背人性。放空的话呢，我们做多我们可以传世传家传给子孙去赚股息赚股利，但是放空每次一到尤其在今年股东会旺季，在差不多3月份4月份就会强迫回补，你放空的话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危机，这是我要提醒你的。所以重点的部分是什么？重点的部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鱼，你要不要吃呢？尤其呢，像这样的技术，什么技术呢？当大盘只有上涨187点，我们却拥有像这么大幅度的一个获利，真的是不得了啊！我相信你找不到第二个。你说燕龙老师啊，你安尼受骄傲哦，谁安尼讲找无第二个嘞？我说你要选一档股票，它真正基本面非常棒，而且是重量级的股票。那么买几张就有几张，就是亲像这款股票，是不是？如果你找得到，你告诉我，你打电话来告诉我是谁，我就参加那个老师的。我相信绝对不会有人打电话来，为什么？因为像这样子，真的真的市场找不到的。那所以这样的鱼你要不要吃？那这样的钓鱼技术你要不要学？好，我想这就是重点。所以呢，今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鸡迎锦绣春，谷迎千点财的话呢，在此同时，燕龙老师要提醒你，投资自己才能够放眼未来。如何投资呢？好，根据燕龙老师的这几个项目，我今年呢要把你训练成一个 A 指标的一个操盘手，好，给你这样的一个特训。那重点的部分是，你要最快的速度来做一个连续的急拉，或者是你是上班族，干脆就抱着让它赚1倍2倍。那甚至每年高点，你不会在这个地方被追缴，甚至你也不会空太低去被嘎空。那你会知道这个方法。那甚至你喜欢玩棋子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当天价差30点的方法，燕荣老师都要原原本本不藏私来教给你，但是限量只有50本。那这本操盘秘籍哦，燕荣老师要特别特别的提醒。那这是我在法人操作的时候的压箱宝。说真的啦，要提出来哈，心内干嘛留啊？唔敢丢丢呢。所以燕荣老师要特别提醒你，我在今年的过年我会拿出来。将来你可能会拿不到 这本这个秘籍，那当然只有这个50本，你务必做一个把握，只有过年的期间才有。那所以呢，重点是一定要在今年这个过年期间呢做一个把握哦。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A 指标的操作它的特色是什么 ？A 指标的倍数模式它的操作的特色就是一个所谓的快，好，买进去之后最快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地方来拉上来，那当然我说过了哦。那么你苦的话可以苦自己，但是不要苦家人。重点是你必须要赶快来参与，好，赶快来参与，你才能够改善家里的环境，才能够一家大小哦，能够在这个地方摆脱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人生。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整个生活品质的话呢，才可以做一个改善。就诚如你喜欢玩低价的股票，其实也有这个机会。好，你看到没有？已经拉5成了，那当然你早来的话是拉5成，那晚来的话是2成，那你要早来还是晚来呢？你自己做决定。那所以呢，当你跟对人的时候，他的速度就是快。那你有计划的，你有梦想的，你的生活品质真的可以一并的到位。那可惜呀，很多人其实还在犹豫，因为你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你不相信所谓的投顾老师。
怎么办呢、啊？那可能在猴年的绩效又不佳，那结果呢？你的资产负债表上又受到一些减损，那可能还有一些贷款呢、啊。那开学可能要孩子要缴学费了，怎么办？那燕龙老师呢，替你设想得很周到。我今天要给你一档股票，那这档股票我希望你要带回去。那么开红盘的时候，我认为它会连续。那么开红盘那一天，它会在这个地方可能开一个平高盘之后，就会一路的往上冲上去。所以重点是你要做一个把握。那这档股票是谁呢？这档股票叫做红包二的这档股票。红包二的这档股票，它的属性是什么？它的现金殖利率呢？上看5%以上，是当红的产业。一般渗透率呢，只要10%以上，股价就会做爆发。目前渗透率都已经上来了。那当然，这档股票它的属性的话呢，是可以赚价差的哦，而且呢，又可以赚这个股利。好，我想这个就是重点，我选的就是这样稳稳赚的。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什么？它整个如果你希望是一个稳稳赚的一个模式，我相信它绝对是你的菜。那尤其它上涨的节奏呢，符合很多人的一个想法。那么包括它是最快的速度先拉30%，如果你有耐心抱了一两个月的，我相信有一倍的这个机会。那当然，我想你可能是冷眼旁观啦，好，可能是不祝福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再的犹豫。但是你尽管你犹豫，我们还是照我们步调来走，它就是要连续的一个急拉。所以呢，你相信的，你明天以后、后天以后，你的身价绝对会不一样。那尤其呢，如果你有账单需要付的哦，假如说你有学费，假如说你想要缴贷款，或者你有什么计划需要筹资的，那我相信呢，如果你缺的是一档标股，来给你栽培，这一档股票你一定要把握。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只有5个名额，魅力迎新春，好，开运。红包5发发，给你一个惊喜。那当然，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门槛已经降到最低了，平时的门槛比较高。那么新加尼桃给你最低的一个名额，做了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社会责任。那燕龙老师希望可以帮助更多有缘有福气的观众朋友，也希望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谢谢。晶片护照享有140国籍地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好康哦。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安全又便捷。第一次申办护照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哦。如果护照遗失了，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出国前记得检查护照效期，要超过6个月哦。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成都投顾今年迎新春，红包大放送，58800，58800，立刻拨打餐饮专线02-2752586827525868。成都投顾三大保证：第一保证，正派经营，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第二保证，诚信为本，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精选持股，持股集中，保证带进一定带出。成都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带您领先洞悉市场，稳健获利，无往不利。陈通投顾值得托付，02-2752-5868。欢迎再度回到现场，我是燕荣老师。那么，鸡迎锦绣春，股迎千点财。那么理论基础是什么？好，我认为在今年的上半年走的就是所谓的一个轧空行情跟景气行情，下半年走的是资金行情。怎么说的呢？好，你看到其实这个行情一直以来说真的原本没行情，因为融券户一直放空，融券户一直放空。就时间的观点来讲的话，目前是月线第17个月，那么距离4个月才会变盘。据周线而言的话呢，目前是从低档上来的是第73周、第89周变盘，算起来两个正好吻合，都是4个月。所以呢，技术线型，你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位阶呢，好，你看到这里的话呢，这一段的一个上涨，因为月线的 K D 值同样的一个位阶都在跟现在一样，那甚至在99年同样的位阶跟现在一样，也是上涨了1400点。所以呢，你说有没有可能涨1000点？那过去的机会是这样子的，那我不能跟你保证。那但是的话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过去的几率是这么高，那将来我们拭目以待。但是重点，你有空单的，你怎么办？你怎么办？
股东会旺季来了，那万一被强迫回补，你怎么办呢？需要找人帮忙的，不要客气，燕蓉老师协助你。重点是股盈千点财，那我有一个计划，其实这个计划呢已经超越目标了，每个月获利两成。那如果你有100万的，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年之后会变成891万。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里已经连二月份都赚起来了。那我相信你从这个地方一直走，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100万有机会变成891万，你就有机会可以提早退休。所以你有梦想，你有计划要实现的，把握最后一年的机会。为什么？为什么你跟老师跟错，而且呢追高杀低？但是我总是买进去之后，最快的速度就能够拉上来。为什么？方法很重要。好，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方法，叫做 A 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 A 指标好利口，好，因为 A 指标每次买进去之后，最快的速度少则50%，多则1倍到2倍以上。所以呢，买进去之后呢，最快的速度就做了一个急拉，包括可成的部分也一样，隔天再拉给你看。好，隔天再拉给你看。到了1月24号的封关日，大盘才涨20几点，它就是要涨给你看，让所有的法人傻眼，让所有的法人来追价。那我们就是坐轿，所以呢，你有学费要缴的，你有贷款要缴，很多账单的，我全力全力的支持你。当然，包括低价的股票也是一样，你资金比较少，我也一样照顾你，包括用这档股票来照顾你。好，可成创维买到低价就不害怕。那么在5天当中有3天是上涨的，真的是涨不停，真的是涨不停。早来的50%，晚来的20%。那当然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你的计划、你的梦想、你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模式来做一个改善？所以你说老师啊，我都想要参加呢啊，问题是其实说真的有很多真的是不太诚信呢啊，会不会赚赔会费又赔价差呢？会费像基本的到底是怎样赚到的呗？全国的投资朋友，别人我不敢讲，但是燕蓉老师的话呢要告诉你。好，在这个地方100万的话呢，就真的超过135万，如果做融资来到150万的哦，那么在这个地方300万的可能已经来到450万的，那你觉得有没有赚回来？有没有多几个月的薪水？那有没有赚回来？有没有倍数翻？有没有50%？才7天的时间，你是省得多还是失去的多呢？我相信你自己非常清楚。那当然重点是，如果你过去在股市捐太多的，你要用这个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最快。好，同样的一个模式，好，在这个地方最低点的一个认证，确确实实的低买，是用做的绩效存折数字才会成长。而这样的股票它将来会怎么走呢？好，那么6天的时间涨这么多，那如果你有耐心一点，报个3个月5个月，就是有这个绩效。所以呢，全国的投资朋友，实现梦想，希望卡卡顾问，你需要红包，那你需要有梦想，有计划要实现的。说真的，透过这个模式真的就可以实现，那这样子不就很完美吗？所以呢，我想也许呢，你有些贷款需要把它弥平的，你的资产损益表需要弥平，甚至要加倍赚回来的，你的生活品质需要改善的，需要有些小确幸的，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模式绝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那尤其呢，像这样的一个方法，吃鱼以及钓鱼，放眼未来，投资自己。大盘如何判断好高低点？每一波低点转折做进去，每次连续急拉的方式买进去呢？上班族你看买进去一爆就是1-2倍，那甚至呢不要每年被追缴，放空不要放那么低，不要被嘎空，这个方法我教给你。那么期指如何做价差，通通都有解。那所以呢，这个地方新加尼桃，我把这个我的私房的秘籍啊，那这个秘籍的话呢拿出来，只有50本。错过今年，明年不一定有，好，只有这个新加尼桃才有的。那尤其呢，重点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可能非常的失望，那未来的话呢，感到非常的绝望，不敢投资，也不敢花钱。那么，但是钱摆在银行呢，一个保险啊，要安怎呢？我要提醒你，我要鼓励你。好，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无望，失去希望。我希望你怀抱希望，乐观进取。燕蓉老师对你情意相挺，虽然有万点的机会，那但是呢，这个地方每400点在这个地方就是一波，那你可能做错了。每400点的话呢，拉50%，那2次的话就1倍，那一起来给他拼1年，真的一切会不一样。但是重点是什么？你要把握这档股票。好，红包股第二的股票，现金殖利率5%以上，当红的这个产业渗透率很高。那如果你想要稳稳的赚，那这档股票最适合你的。那么它的节奏感是什么？先涨3成，再涨1倍。
那这个地方如果你在犹豫的，我们照样要表态给你看。明天太阳升起来之前，你跟着我的，你的身价会不一样。如果你要缴学费的，那你有贷款有账单的，那我想这档股票的话呢，它要栽培你实现你的计划。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必须要领先来做一个布局，领先的来做一个参与。那尤其呢，新加尼桃今天的门槛真的降到最低的，平时彦蓉老师的门槛比较高，今天的门槛真正降到最低。魅力迎新春开运红包，惊喜五发发，让你一年发发发一整年哦。门槛降到最低，但是记住哦，只有五个名额，所以呢务必把握。好，我想在这个地方时间的关系，那么适逢新春期间，也预祝大家新年假期愉快，谢谢。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